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中国西北边陲的布尔津县。在蒙古语里，喀纳斯的本意是美丽而神秘莫测。这里春季的花海烂漫，夏季的高山碧湖，秋季的层林尽染，成就了它远离尘世的绝美。而到了冬季，皑皑白雪笼罩了山川湖泊，给喀纳斯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而在这秘境之中却往往危机四伏。喀纳斯生活是慢节奏的，尤其是冬天，上午十点多，绝大多数的人还守在温暖的家里。但是这个时候，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的主任孙吉州已经和新护林员巴特尔胡一起前往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地区黑湖巡查了。我们这次是我们的一个冬季的正常巡护，因为在一个星期以前，我们在那个上面这片区域就布了20台这个红外自动那个摄像机，因为靠人去观测这些有影响，所以这个自动相机它因为影响小。像这样的巡视，孙吉州几乎每个月都要进行2次，可谓轻车熟路。但对刚满21岁的巴特尔胡，却是破天荒的头一回。喀纳斯的原住居民主要是图瓦人，他们是蒙古族中人数最少的一支，总共不到3000人。巴特尔胡就是他们其中的一员。作为一名新护林员，他对工作还充满好奇。刚刚出发经过一条小河时，巴特尔胡还不管不顾地下马，跑到河边拔了根蒿草一样的东西。那个东西我们蒙古族的吹的那个刷儿曼德拉草，然后下来那个拔下来了一根普通至极的蒿草，谁又会想到它还能吹出雄浑低沉的乐声。2016年的雪来得很早，才入冬没多久，地面上就已经积起了半米厚的雪。经过小河刚走了没多久，孙吉州就连人带马陷进了一个雪窝子里。这种雪窝子当地人俗称雪地雷，一般都是很大的深坑，被积雪掩埋后从表面上根本就看不出来，所以非常危险。骑马的人一旦陷进去，甚至会折断马腿。几乎每年都会有护林员或者牧民因为雪地雷而摔伤。不过这一次，孙吉州的运气不错，凭着积雪的保护，他并没有受伤。在和巴特尔胡一起把马从雪窝子里拉出来之后，他们继续赶路。但谁也没想到，这个小小的插曲只是一场大变故的开始。
你看，那个地方那么多脚印，哦，松树，那个松树，那个是雪兔，那个，那个，哦，雪兔，兔子，还有那个马鹿的，马鹿，对，那个地方走过去了，啊，这个树底下有三种动物有，啊，对，那个地方一个空空的草场有，他们晚上嘛，可能那个草场那个地方吃草去了，哦。 作为一名老护林员，孙继洲跑遍了喀纳斯的山山水水，对整体环境有着深入的了解。对于他们安放红外摄像机进行野生动物调查，极为有利。前天我们过来的时候，河坝边有，发现空地有，马路和那个驼鹿的脚印有。地方多通吗？地方多，那是跟上脚印有啊！你看看，跑过去。 我们一个星期放了这个地方，应该可以排上马路和驼鹿吧？这个地方脚印多疼啊！放了一个星期了，那个地方喝有吗？它要过来喝水。回去把这个数据从电脑上调出来看一下就知道了。哦，好。这个是我们的第12号机子啊。12号机子。12号机子，回去做个记录以后。 来的目的是我们有一个驼鹿的资源监管调查的项目，布鲁尔斯台相机是调查这个驼鹿的现状和那个种群分布情况。现在没办法看，回去电脑上，因为照片太多了。走，我们下一个地方去。好。在禁猎禁牧的喀纳斯。 野生动物调查已经成为护林员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而红外线摄像机是了解野生动物的绝佳设备。可在动物不设防的情况下，记录下野生动物的种群数量和生活状况，对野生动物保护而言异常重要。然而，就在回家的路上，却发生了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当时妈妈就是有点不想走，就是感觉碰到一个什么比较厉害的动物一样的。孙继洲和巴特虎两个人心中不免一惊。我们就在那个林子边发现一个灰色的东西。啥东西？下马过去以后，快到跟前的时候才发现是个狼躺在那儿，躺在那儿以后，然后我赶紧就让护林员先录着像，就拿手机来录像，然后我就慢慢过去。当时以为他死了。 然后走到跟前，发现还能动。根据孙继洲的判断，狼肯定受了重伤。此刻，这只狼虽然奄奄一息，但仍可能具有攻击性。所以他们先是用棍子紧紧地压住狼头，赶紧用绳子把狼的嘴和四肢捆住，把困兽犹斗的可能性降到最低。狼是犬科掠食动物。 在我国属于二级保护动物，喀纳斯的狼群多属森林狼。曾经由于牧民放牧等原因日益减少，但随着近年来保护区实行禁猎、禁伐、禁牧的政策，种群数量又大幅回升。作为食物链顶端的掠食者，狼的存在对于控制森林区域山鼠、山兔等食草动物，对森林和高山草甸的破坏。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受伤了，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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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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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把跟前这些环境看了一下子，好像是不是只是一只，好像是两只嘛那样子的，三只那样狼，狼比较瘦弱，在那追马路，因为有蹄子印子吧，连毛发留下的有。 可能这个狼嘛比较瘦弱，没有把这个马路就是，那个捕食上就是让马路可能是个雄性的比较健壮的公路，给顶了嘛还是踩了？黑湖位于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是一个只有极少人能到达的地方。
信号都没有，我刚看了，没办法打电话。由于狼还活着，即使已经捆住，但马匹还是十分害怕。此时孙继周和巴特尔湖面临两个选择，要么放弃狼赶回村子，要么坚守在原地，然后通知同事前来救援。孙继周做出了看护受伤的狼，留守待援的决定。但身处雪山，寒夜即将来临，这样的决定意味着极大的风险。望着孙继周远去的背影，年轻的巴特尔湖不免有些紧张。第一次巡视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这完全出乎了他的意料。山里的夜晚总是来得很快，巴特尔湖必须尽快生火，因为火不仅可以抵御严寒，还可以预防其他野生动物的攻击。巴特尔湖先用脚踢开了一个雪窝子，还随手拨了些雪下的干草，给走了一天雪路的马当作晚餐。随后他按照孙继周的嘱咐到林中砍柴，为点火取暖做着准备。在冬天的山里，要在没有火的情况下生存，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巴特尔湖必须尽量多准备柴火，因为他无法确定求救的电话到底能否打通。柴火准备的差不多，孙继周也回到了山下。李龙回来了吗？回来了。打电话了没有？他已经打通了求救电话。眼下最要紧的就是赶紧把篝火升起来。等一会儿，看别给他们干着爬犁子过来接我们。柴火已经弄好了吗？弄好了。把火加起来吧，等一会儿天黑了以后，温度下来以后，我们冻得受不了。好的。加起来我们烤个火。寒冷的冬夜，一点微风就能吹灭刚刚引燃的火苗。如果点不着火，黑夜的严寒是足以致命的。小小的，终于，红色的火苗窜了起来，给寒冷的夜晚带来了温暖和希望。零下20多度、30度有啊。啊。哎，带着酒来，拿来喝一口。天黑之后，山里气温骤降到-20多度，如此恶劣的环境下，人很容易被冻伤。此时，一小口高度白酒如同雪中送炭。暖暖胃，来口。我不喝。我知道你白浪子不喝酒，今天晚上必须喝一口。我们两个怎么冷，能不能回去还不知道呢。喝上一口，来。回去不要喝啊。啊，他们不来同我们今天晚了。没事儿，我们两个运气好的人，狼都碰到了，还怕啥？他们肯定来。山里的夜晚繁星满天，显得那么神秘，那么遥远。耳朵还在动，证明还活着呢。刚才打电话让他们带了点药过来。孙继周和巴特尔湖拿着手电查看狼的情况，狼已经奄奄一息。如果救援的人不能及时赶到，孙继周他们两个人所有的努力都将付之东流。为了个狼，我们两人
在这受罪。今天下午我们上山的时候，你拔的那个东西呢？在呢。那个啥东西？那吹的那个营业我们民族的。哦，是不是做那个粗那个？哦，那个，你拿过来。火光使人温暖。巴德尔湖取出上山路上拔下的那只蒿草管，在火堆旁用小刀熟练地做出了一只图瓦族的古老乐器楚尔。这种乐器已经有绝少的人会吹了。低沉的呼麦伴随着楚儿独特的音色回荡在山谷中，正着山林寂静的夜晚显得愈发苍茫遥远，也为这极寒的冬夜中平添了一丝悲怆的生机。两个护林员，一只受伤的狼，一只楚儿，谁也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命运到底是什么。把狼子有吗？把狼子有，快两岁了。能娃娃？能娃娃吗？好。我也都高二了。哦。明年高三，后年开始考大学了。哦。特别好，这次又考了个第一名。手机里面，爸爸的照片有没有？我有呢。拿出来看一看。干我们丫头。哦。小娃娃。哇哟，可爱的很，调皮的很。每每护林员巡山，大家都会凑在一起聊家常。但在这个特殊的夜晚，在危机重重的寒夜，他们俩的话题似乎格外沉重。是给我打电话，前面出来的时候打了个电话给我。嗯，爸爸考了全年级里面并列第一，两个第一名，有一个是我。学习特别好，听话的很。还有四年，你们的娃娃也上去。密码有啊？有呢。密码去掉。好。一个新写一下，给老婆子。但以往我们两个回不去了。他们找到我们以后，手机上一个信友，你写，老婆子，我爱你，感谢你支持我的工作。好的，我的密码也取掉。孙吉州的话似乎是在开玩笑，但他凝重的表情说明他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这也许是他们最困难的时刻。天爷，今天让我们今天回家。我们来了，哥，来，在这儿。兄弟们，终于，在寒夜里苦熬了五个小时后，远处闪起了手电光，救援的人们赶来了。我们都装备了。好。现在才出来啊！现在出来，腰带了没有？带。内伤药，让我给他喂上。我现在把那个狼装到爬犁上。狼的伤势很严重，已经奄奄一息。狼在这儿。同伴带来的内伤药。也许是救活这只野狼的唯一希望。喂完以后，这个狼有点缓过来了，你看，不停地在动。我们抓紧时间走吧。孙吉州安排大家迅速撤离，用马拉爬犁，把受伤的狼直接送到山下的野生动物救助站。
你和我赶着爬林子，我们俩先走。还跟别克，你和把他活让我们把马骑上回去，我们先赶紧送上回去，把火灭掉啊！好好好好，你先，赶紧，我们先走，我们赶着爬林先走。慢点走，你赶爬林，把火灭掉啊！好好好好，走。回到驻地，孙吉州调取了红外线摄像机的资料。这只就是一只雄性的，那个公鹿马鹿。你看它体格特别大，你看它这肌肉组织非常强壮的。我估计我们这次就是碰到那个受伤的狼，可能正在捕食这个公鹿。你看它这个头顶上这个鹿角，那个。你像这么大型的一个物种，狼也捕猎了，它要付出代价的。可以，狼恢复可以。还行，这个药还是比较管用的。那个五天的时间恢复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谢谢你啊，张老师，你们这条件我觉得还是可以。由于救护站条件有限，孙吉州他们救助的野狼只能暂住在扣留流浪狗的笼子里。但无论如何，经过了5天的精心调养，狼恢复得还不错，总算与死神擦肩而过。为了不影响狼的野性，孙吉州决定尽快将其放归山林。喀纳斯是美丽的，是纯净的。在这里，山林的守护者们无时无刻不在用自己的行动守护着这片土地，因为他们知道，只有恪守山林的法则，才能保住这一方人间净土。